好，现在继续开会，我们进行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的协商。这个我先跟各位委员报告哈，我们今天的议事的进行，我们先把公民投票法看早上能不能把它审完，好，那下午的话这个集优法，好，我们今天就毕其功于一役啦哈，就大家辛苦一点哈。这个很抱歉，各位选错了委员会啊，那个跟各位抱歉了啊。那我们那个公投法哈，大概比较大的一些争议，我们大概那一天都已经处理过了哈。那是不是我跟各位委员建议的哈？我们公民投票法哈，我们就按照一条一条啊，从这个第一条开始啊，那我们逐条来进行协商跟审议。好，好，假如大家没有意见的话啊，那我们就开始了啊。好，第一条，第一章啊，没有意见啊，以这一本为准了哈。这一本，厚的这一本，好，来，好，第一章，好，大家有没有意见？张敏，好，没有意见，好，我们就按照这个不做修正，我们就不做修正，现行法不做修正，现行条不做修正，第一条。第一条有涉及原住民的这个部分了哈，这我看其他大概的条文都差不多嘛哈。这个地方，我觉得那个，因为那个里面的讲说侵害变更哈，这个蛮哪一个？有那个时代力量的版本啦，他也讲到说侵害变更哈，那限制这个都。恐怕都不是客观可以处理的哈，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哈应该是在原住民族基本法里面去讨论啦，啊，来，而且我个人哈有一点担心，就是说它这个部分哦，可能会跟我们后面所定义的地方性公投或全国性公投的定义是相汉格的，因为当你强调说你要取得原住民族部落知情同意。或取得原住民同意，那你回到全国性公投跟地方性公投，它整个的那个进行的方式，那部落所谓部落的意见，其实从原民的角度来说是会被稀释掉的，因为你要回归到县市政府。好，这个第一条我们先保留，等到后面的这个地方公投我们再来讨论，好不好？好，我们有争议的先把它保留下来了哈。第二条，领土变更。第二条，中选会有一个修正意见嘛哈？是不是要请有发给各位吗？还没有，那个发给各位委员哈。那个来，发给各位委员。这边一样，嘿。对的，这边喂，我看，那个第二条哈，大概一些比较大的修正，大概是在讲。蔡科长，
哎，还有吗？领土变更案呢、啊，要不要放进来？有声音，来看到了吗？看到这个中选会发给各位了吗？不够，这边正言。啊，那来，那个麦克风是来。这个跟大家说明一下，我的版本哈，就把原来的现行条文哦，那么只调整。他的第二项的第三项哈，第三项原来说预算租税投资薪俸人士不得作为公民投票的提案了、啊、哈。那本席的版本是把投资这部分删除，也就是投资应该还是可以作为公民投票提案。为什么？因为近年来其实有很多重大的国家投资开发案哈，它涉及土地征收等等的哈，那或者是这个在地居民的共识啦，所以如果这个不能投资的话，像我们很多国家重大公共建设，它会被扩大解释成它是属于投资事项，不得公投啊。那这个影响人民的这个直接民权会非常的巨大哈。那所以我把投资删掉，那其余是保留原来现行条文。那至于我有看到这个我们有其他委员有提出说，像领土变更案的复决要放在公投法。我是认为有关主权或领土变更，因为在宪法里面另有修宪的程序跟门槛的限制，所以我们在这边其实可以不用放进来了。即使放进来，也没有办法高括宪法哈。那到时候会有产生这个是这个相关的这个合宪的疑虑啦哈。那所以有领土跟主权变更，是不是就回归宪法的程序跟他门槛来做处理，这应该问那个宪法专家李俊英委员。好 ，OK。不好意思哦，我认为这个部分还是要放了哦，因为宪法的修正的程序，它除了立法院是不是上要通过以外，它还是有一道公民投票的，哦，还是有一个公民投票的部分。那如果这里没有列，到时候它就变那个案没有办法公民投票。所以两边都要，他还是要依照宪法的修宪程序先通过，然后还要公民投票。这个主席，因为那个宪法里面依照修宪案交付这个公投，当时因为是公投路线吧，宪法的那个修正都必须经过公投，在宪法征修条里面有规定，它公投的门槛基本上跟我们现在要修的门槛是不一样，跟现行法的门槛也不一样。现行法通过的门槛是双二分之一嘛？那公投修宪的公投复决的门槛是同意票为选举人数的二分之一，好，所以它是绝对多数啦。好，不只是绝对多数，它是同意者要是二分之一，所以即使我们这边修了，我们。这个修宪的公投复决也不是适用公投法的这个程序跟通过的规定，对，所以是不是我是建议说，基本上公投只要处理非修宪事项的公投法，就我们适用的范围是刚刚这几款。好，那不需要，因为这边已经有一款是宪法，哦，这边也是宪法修正案的复决，四跟五。那个要怎么？宪法。好，那个我们就必须在公证里面去，待会后面要去处理，就是说宪法修正案复决的。我是这样建议啦哈，其实高志鹏委员的案子写的比较清楚了哈，适用事项包括增列领土变更复决，还有不得公投事项哈，删除投资这个部分，他其实写的比较完整。那我刚才在讨论的问题就是说，其实这个当然是要用修宪的程序来进行，但是修宪程序后面还有一个公投嘛。那如果这边没有公投的话，就变成这边没有公投法里面没有列的话，到时候会有一个争议，就是这样的修宪事项到底可不可以公投？那宪法又规定要公投，所以林委员的意思是，领土变更公投法就袂使迄落，你就袂使适用公投法的公投形式，主要是这样而已啊，不然他一定要照宪法的修正案处理。我可不可以请教行政机关，那个第四个宪法修正案的复决能不能包括第五项这个？如果它可以涵盖进来的话，就不一定要
单独列出来嘛？这个内政部还是中选会主？那个刘主委，有宪法规定就从宪法规定了。啊？现在我们是请法务部来，可不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可不可以请法务部来解释一下？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就针对这个部分因为宪法正确条文它虽然有就是说规定这个就是说不管是宪法修正或是领土变更案它要经过复决嘛，那在宪法正确条文的第四条的第五项跟第四条的第五项跟那个第十二条的第十二条都有规定所谓复决的那个门槛啊，那就是在法制上呢，我们会认为说这个宪法，因为你基本上法律它不能规定的内容不能抵触宪法啊，就是抵触宪法是无效的，所以说宪法它这样子的一个门槛的限制，其实就是等于是我在法律规范里面的一个外围范围的限制，就是我不能去抵触到它。可是因为就是宪法它基本上是一个框架性的东西，就是说你对于细节性的执行事项，原则上就是说法律里面可能还是要有一些关于那个执行上的一些细节性的规范，这样它才有办法去实，就是说去执行这个宪法所要求的这个复决事项。所以看起来的话是说，如果说假设我们这个公民投票法规定的这个东西是没有抵触到宪法的所谓那个决议的门槛范围的话，那其他就其他细节性的那个部分的事项，我们认为还是可能有在公民投票法规范的必要。对，所以里面不用列吗？他认为应该要列，因为门槛修宪在重现，那就建议。好，那个是在我看一下第几条哈？第四条。解法务部的说明哦，那是不是就是修宪的部分？原则上在这边原来第二条第二项第四款有个宪法修正案之复决就留着，那领土变更案之复决是不是包含在四里面？是不是大家讨论一下？是不是四就会涵盖？如果四涵盖，也许不用再另列五了哈。那第二是说门槛的部分，在后面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可能再把它。再修正一下，把它跟宪法接轨，就是宪法的修正案的程序，就是回归宪法来处理这样。好，这个中选会有书面的意见吗？是不是说明一下？好，各位委员，那个我们有另外发一张单张的就是我们是建议说，在第二条的时候地方呢，把公民投票法里面有几个重要的那个名词呢做定义啦，那个单章那个地方有那因为做这样的定义，主要还是在说，创制复决他们的法律效果不一样。那在过去的经验里面呢，有案子呢，在法院的时候，他法院就提出了这个到底是创制还是复决所以我们想说，在这个地方做比较明确的定义的时候，可以避免以后的这个争议。这样，我是请蔡科长给说明一下吧。你比如说那个过去那个，黄坤文先生所提的那个 A 法案啊，那他事实上就是说，主张说在签订之前要先实施这个公投啊，那就衍生说这个究竟是，就是等于说还没有这个行政机关呢、就尚未具体执行的政策、那就先提出了一个公投的程序了、或者是说那个。这次的那个多元成家那个也有类似的情形啊，就是大声一点好不好？让大家也有类似多元成家这个也有类似的情形啊，就是说就这个要修这个民法，有关这个婚姻啊、家庭啊这些啊，要先经过公投程序啊，所以说这个对于什么是创制复决啊，就是先弄出一个界定了。另外就是说这个有关这个废止啊，因为这个关系到创制复决，关系到这个他。通过以后的一个效果，那这个如果说法律按照公投法的规定是说通过以后啊，它就失去效力啊。不过就是法律案的废止啊，依照宪法的规定，还是要经过立法机关的通过啊，在对外这个公布实行这样子。所以说就
本会的意见就是说，是不是说可以就这个创制复决啊，啊做一个定义这样子。来，这个把一个创制复决啊，重大政策啊，做一个比较具体的、明确的一个规范呢。那预算呢？预算案的，比如说重政府的一个预，这个有些政策是绑定在预算嘛，那我可以针对预算做复决呢，不算在里面吗？啊？那预算呢？你想讲你的核四预算，我刚才当公要动。但是也未投资，伊哪敢开始政府咧做咧？那个就属于政策性的。啊，但是有预算啊。我是不是请教一下中选会哈？在你们最后面哈，有一个法律自治条例或重大政策制定或施行之前哈，公民投票的程序事项，这个是你们认为这个不适合公投，是不是这个意思？那如果这样的情形哈，比如说现在我随便举例了哈，现在马英九坚持要在520之前签订和平协议，那民众说不行，这个我们拿来公投一下，那这个变成不能公投。如果照中选会这样的写法，哦，不行哦，最后第三项，第三款，那个雅芬，为什么不能公投？为什么立委不得公投？说明一下。对，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先经过公投以后，然后才来这个，对对对对，是不是要说先公投之前先办一个公投的一个程序这样子？我帮你们讲了，是不是这样子？这个是不是针对公投程序的公投把它排除？是不是？因为为了不让这个公投法里面的程序成为公投的这个标的嘛，是不是这样子？他就是因为上次有一些提案提出说某某政策不得做公投了。是不是类似像这样的情况？针对这个公投的适用以及公投程序又在进行公投，这部分把它排除。那个我建议哈，那个不能公投，后面那第二款、第三款那个拿掉了。这个是有一些行政机关啊，全世界的行政机关要做决策，一头就办公投，这嘛是正常啊。你甲讲袂使，对啊，咨询性公投伊也甲你限制哦，啊迄个。重大政策像一把要签不签，行政机关认为说，那我先问一下人民，你说这样也不行，那这样不合理啊。哦，这个后面把它拿掉。啊，前面哈，刚刚那个李俊伟那个讲的有道理了哈。那前面这个名词的解释了哈，把它写得更清楚，这样大家有没有意见啊？还有咨询性公投，这个后面有吗？我看委员同仁的主张大概都是在讲行政机关可以做公投的部分嘛，就没有所谓的咨询性三个字嘛，就没有定义所谓的，就没有所谓的咨询性公投，所以第五款拿掉。有吗？谁有？所以主席，你的意思是说下列事项不得作为公民投票之提案，那个划掉，是整个划掉吗？下面的这个部分哈，先把第二款、第三款先拿掉了。这个我现在在看这个中选会这一张嘛，中选会嘛，想不要能两款拿掉嘛，翻过来。那第一款里面的投资呢？那刚才不是、这个要讨论一下，哎，还没有决定。投资拿掉吗？
这个还有那个两岸协议的这个部分，这个要放在哪里呢？是放在这里定义吗？不用了哈，好。好。好，各位，我再重复一下哈，这一个以中选会的这个版本啊的修正意见啊，把咨询性公投在第一项的第五款这个拿掉啊，然后翻过来，在这我看这个第几项哈，第四项啊，第四项的第二款跟第三款删除。啊，然后这个第一款的投资，这个也删除，这样清楚吗？不清楚，啊，没听到，再来讲一次，啊，在中选会的修正意见，啊，他在第二条的第一项的第五款，咨询性公民投票是什么？这个删除，啊，然后翻过来。啊，在第四项就是下列哪些事项不得作为公民投票的提案？第一款，投资删除，啊，就是预算、租税、薪俸跟人事事项，哦、啊，把投资删除。第二款、第三款删除。领土变更还是要列？领土变更列上去，对，哎，增列领土变更，增列领土变更案之复决。好，这样可以吗？因为后面有委员的提案，大概大多数都是在讲行政机关可以就做公民投票了，就不用咨询性公投的字眼了。对对对，他可以做公投啦，行政机关可以做公投。行政机关可以发动公投了，简单讲是这样。投资拿掉。哎、欸。那意思是说，行政机关假如说做，他可以发动公投嘛？啊，他假如觉得这个，那你发动公投，你不能说我只是咨询性啊？那你为什么要发动咨询性公投？对不对？所以就是一般的行政机关发动所谓一般的公投，它还是对于法律的创制复决都有约束力嘛。文字就调整了，因为没有第二款跟第三款嘛，最后一项，对对对，所以就要回复到原来的写法，就是预算、租税、薪俸及人事事项不得作为公民投票之提案嘛，大概是。对对对，现行法的第三项。现行法啦。好，这个我们大概都表达，大家各位的意见都表达非常清楚，也有很高的共识。我请议事员把这个文字整理一下，好不好？好。好，这个第三条，来，我们来看第三条。好，第三条。来，我们郑丽君委员的意见，各位有没有意见？这个第三条就是公投审议委员会拿掉嘛，对不对？哦，主管机关啊、哦。就上次是这样。对对对，这个已经有共识了嘛，哈。好。而且是要保留那个指挥地方选举委员会。对，他那个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要不要加？那个王定宇的最后一行。阿丽，这个应该属于行政协调，我觉得你要。好，那个第三条按郑丽君委的版本，大家有没有意见？快一点哦，今天来有意见赶快提出来。第三条。哪里不得拒绝？那个是因为当时中地方对的，对的，对。我觉得现在应该不会了啦，而且那个侵害人权。受调用者，各级选务机关办理公民投票期间得调用各级。其实
属于行政权去协调就可以了。行政，这个不用了，因为他前面已经手上他可以指挥了。对对，我看了。如果在他的行政机关违反，就是他的长官就要去惩处了。来来来，中选会来看有没有必要。有人反抗了，我知道。我建议留着啦，因为事实上这个他抗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法则的。好了，这个留着了，没有法则，所以留着 OK 啦，好不好？好，就是王定宇的最后第三条第三项的最后一项，受调用者无这个各级选举委员会办理公民投票期间得调用各级县政各级政府职员办理事务，受调用者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好，这个 后头看这个行政法的规定法则要看一下。好，第四条都一样，太快的话各位提醒一下。好，没有修正的意见我们就按照现行条文通过。第五条，好，第五条，假如没有意见的话，这不是赶快。好，我们按照现行条文不做修正。第六条，改一个字哦，规定改成规定，什么？他这边多一个字了，这边都规定，这是字规定。好，这个第六条只做文字的修正啊。那个枝把它拿掉啊、哦。第二章，张敏。张敏跟敏没有修正。时代力量是把它分成全国性、地方性的。好，我们按照这个就现行条文嘛，哈，不做修正。第七条。第七条，这个、欸、我想大家的版本呢，哈，应该都是把20岁把它下修到18岁。来，这个解释一下。来，这个行政部门，那跟委员报告哈，因为那个宪法征修条文第二条、第九项、第四条、第五项、第十二条，就总统罢免之投票、领土变更之公投及修宪之公投，它是都规定。要经自由地区选举人，总额过半数之投票有效票同意，过半数即为通过了。那基于那个法律用语的同一性原则啊，既然那边是要20岁，就罢免总统要20岁，那这边这个公投照理讲要20岁了。同一就是法律用语的同一性原则了，你不能这边定义是18岁，那边定义是20岁。我简单讲，你若要修宪，嘛爱公投啦。啊，你修宪，这个、规定这个、就是20岁嘛，对不对？敢是？所以我们建议说，另有规定外，修宪除另有规定外，修宪或有其他法的规定，就从其他法。哎，他的是中华民国国民年满18岁，除另有规定外。嗯，安内帅吧。除另有规定及。安尼安尼，意思是几岁？其他有其他地方有20岁，照其他年龄。按那没有的话，就是18岁。好，那举例说明一下好不好？有哪些是18岁？有哪些是20岁？宪法20岁。重大政策那个呢？重大政策没有。啊 ，OK， 很好，好、哦。包括那个赌场，罢免是20岁嘛？哦，赌场重大政策啦，啊、哦，好。来，那个麦克风，来来来，麦克风。顾律师拿麦克风记下来，那个电视都在拍，提醒各位注意一下。电视，哦，要什么？除受监护宣告尚未撤销及宪法另有规定者外了。表示我们没有办法去排除宪法的适用嘛，那其他就没有什么问题嘛，好不好？宪法另有规定选举的，修宪的就是任何修法就没规定，
啊，宪法有规定选举人嘛？宪法只是规定选举啊，宪法没有规定修宪复决的年龄。领土变更啊 ，Hello， 领土变更、啊。宪法没有规定修宪的年龄。公投年宪法只规定选举。不啦，一样有定义。它是规定投票。来，宪法我看一下。对，二十岁，但是宪法身份，公民权，选举的公民权。来，我来看一下。来，等一下。他刚刚加宪法另有规定了哈，因为宪法。会影响的是他十二条里面宪法修正案的提出，他是要经中华民国自由地区选举人投票复决，有效同意票过选举人总额之半数，所以这里面涉及选举人投票的定义了。那选举人在宪法就有清楚规定是二十岁了，所以就是这个部分就要回宪法规定了。那其余的就降为十八岁，看是不是。几位委员先进看是不是这样的解释？哎，我这个宪法其实规定的非常清楚，就是公民权就是二十岁了。那所以我们现在修公民投票法，我们希望把它改成十八岁，我们只是提前把它修起来而已啦。在宪法还没有修正之前，我们只是提前把它修起来而已。那这个刚刚那个顾律师所说的，就除宪法另有规定者外，我觉得已经可以涵盖了啦。好、哦，除宪法另有规定者，因为宪法本来就这样规定嘛。那宪法要修成公民权要修成十八岁，那也是大家既定的目标嘛。哦，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提前把公民投票法先修起来这样而已啦。哦，那但是、这个涵盖面在顾律师刚才建议的那个。除宪法另有规定者外，这个就可以涵盖了。好，简单讲哈，就是涉及到这个修宪跟这个领土变更啊，这个部分是二十岁了啊，那其他十八岁就可以公投，对不对？对。啊，就卖选举人名册嘞，而且那个公民投票名册嘞，哪去投票的时候呢？安尼爱做两个名字，好。那个内政部呢？安尼安那，投票。那个应该是内政部那个副政啊，副政司他们在不在？因为那个是电脑处理就好。好了好了，我们的那个陈次长都点头同意。有一个问题啊，因为如果把它排除外，他是说有公民投票权、啊、那其实宪法的也是有公民投票权、啊、如果直接归在这一，那那个拿掉啊，會會，就反正你修宪的要选举人啊，还是要按照宪法规定、啊、我的意思说你宪法里的选举人还是按照宪法，二十岁啊，对，但是如果我们把它 加在这里的话，会不会产生一个就是说，我们后面的除受监护宣告尚未撤销者，尚未撤销及宪法规定者外，有公民投票权。那其实宪法那个规定本来就有公民投票权了、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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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法在修宪，宪法征修条文的规定哈、哦，哪些人可以来投修宪案？他有讲他是选举人嘛？那选举人就是有选举权的人嘛？对，我们这里按照宪法的规定是二十岁嘛？我们这里规定是十八岁嘛？对啊，十八岁有公民投票权，但是其实二十岁也有公民投票权嘛。那这里宪法的规定是说，你把它二十宪法这规定在这里好像怪怪的了。你弄清楚再来啦，我们都清楚了啦。好，好，那个按照郑丽君委员的版本哈，中华民国国民年满十八岁，除受监护宣告啊。尚未撤销者及啊、哦，尚未撤销者及。除来我再念一次了哈，中华民国国民除宪法另有规定外，哈、哦，年满十八岁，啊除。那有公民投票权的、啊，但受。有公民投票，但受监护宣告尚未撤销者除外嘛，对不对？好了，那个我们不浪费时间了，让议事人整理一下，议事大概是这样，好不好？
等一下把那个文具改完再来。我用念一下。来来来，念一下，念一下。我们现在讲除令与规定。不用。第七条，我们建议修正为：中华民国国民年满十八岁，除受监护宣告尚未撤销及宪法另有规定者外，有公民投票权。十八岁以内除宪法规定，十八岁以内除宪法规定就不存在。嗯，好了，这个应该是在前面或后面加了，后面加。中华民国国民，后面加。对了，就我刚刚念的这样嘛。中华民国国民除宪法另有规定者外，年满十八岁有公民投票权啊、哦，但受监护宣告尚未撤销者除外嘛？哦，那意思是安尼啦，哦。监护宣告是几岁啊？这几岁要监护宣告？哦，也不一定嘛，哈、哦，啊？啊，是是是。对啦，对啦。法律说明，立法说明的话。哎，主席，拍谁啦？哈，我建议一下啦，哈，因为这个问题其实产生在我们现在希望把公民权修改为十八岁啦，但是宪法修正那边还没有通过的时候，我们提前处理公民投票法，所以这样处理啦。那我是建议还有一种方法哈，为了单纯起见啦。都是维持原来二十岁了，啊，迄盖鬼料，咱再做回来盖了。哦，啊无迄无过，迄阿未过咧啊，即摆嘛未使啊，同款呐。无啦，啊，行政机关咧执行。会过了，那个会过，只有这一条会过，其他都不会过。嘛，这里还好啦，我活十八岁是还好啦，这里是咱进。那我请问一下，那刚刚那样念完，最后是几岁？最后是十八岁啊。十八岁吗？宪法另有规定外啊，而且那我解释一下，我解释大家注意听啊哈，因为咱今大家拢想要甲降低嘛，降到十八岁嘛，对不对啊？啊，刚刚就遇到一个问题嘞，宪法征修条文内底规定是，你若要修宪嘞，复决爱二十岁嘛，你讲爱选举人，啊，选举人按宪法规定得爱二十岁嘛，哦，啊，所以我们才写说，除宪法规定者的是要修宪嘞，要领土变更嘞，黑爱二十岁以上啦。啊，剩咧重大政策的，迄落拢会使啦，迄十八岁啦。啊、哦，所以我是讲可以啦。我要陈春进到咧点头啊，咱干要摇头啊。哦，对啦，对啦，对啦，可以啦。啊、哦，先这样啊，反正宪法修了，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现在的修法、啊。每个十八岁，我们都同意啊。我们修宪，我们都同意啊，这个应该没问题的。好，让这个十八岁到二十岁的人可以参与国家的政治啊，嗯，政治越年轻，这个也是全世界二十岁投票的也剩下没几个国家。主席啦、哎，其实有些国家它不一定有整部公投法，有些国家他们的国会是根据要该公投的这个项目另一些这个特别条例哈。那他们会针对那个公投事项做年龄的设定，譬如说有些他可能是青少年可以参加，甚至那一项公投是开放青少年投票，有些公投是可能外国人会影响他居住者权益，连这个非拥有国籍者都可以参与，像日本他是没有一部公投法的。好，所以公投本来就会应该是要适用越广越好，然后有一些照理说有些弹性啊，不过弹性可能在我们这边比较难处理，所以我是建议我们应该要想办法克服这个立法技术的问题，看能不能让十八岁先来参与公投。好，来来，文字上讲一下好不好？哈，这个中华民国国民除宪法另有规定外，年满十八岁未受监护宣告尚未撤销者。尚未撤销是清醒者，均有公民投票权，这样就可以吧？啊，未受啦，未受那个，未受啦，未受那个，未受监护宣告，100分啦，100分，跟100分的版本一样，来。
这副秘书、啊、第八条副秘书长建议的。对，所以啊，等一下，中华民国国民除宪法另有规定者外啦，年满十八岁未受监护宣告，未受监护宣告者有公民投票权，好吧？好，那个可以吗？好 ，OK。开座一项二项，好不好？好了，那个我们让议事人整理一下，我们回头再回来看，好不好？哦，那个中华民国国民年满十八岁，哈，有公民投票权，然后除下列事项以外，那一宪法另有规定，二按那了，要不要这样？因为我觉得他那个那两个逻辑啊摆在一起，就是法律文字这样绕来绕去。啊、我已经念完了。我的意思，阿弟阿老婆。十八岁有公民投票权，但那个没有公民投票权的，第一是宪法另有规定，二是受监护宣告尚未撤销。那你这一项跟前面一项要不要？因为你年满十八岁，有下列一项就。第二项好像不是在年满十八岁的。我是觉得刚刚讲宪法那个哈、啊，那个条文大概跨不啦。你要宣告说十八岁有公民投票权啊，也就更清楚啊，更明白啊。那就是说，这个年满十八岁有公民投票权，就这样啊。然后除下列两项以外，没有除宪法不在十八岁，只是把文字调换一下而已。宪法不在十八岁以内的除，他是在。啊、差不多啦，文字、啊、差不多啦，差不多了。教林老师的意见啦，好不？赶快！教林老师看到两万的也塞啦。姚委员，赶快啦！艺术，赶快啦！一下卡简单啦。啊，那个简单。姚委员意见是一样的啦，对啊，没有错。对，我跟他意见有不一样。一样啦，意思一样啦，写法不一样啦。一样。我真的有学到你的功夫了。有。对，我刚好，这个按照刚刚中选会的意见通过，第一修正通过。第八条没有修正，没有修正。好，第八条没有修正嘛，哈，大家看一下。来，大家有没有意见？对照的翻得很，不好翻的。大家看一下啦，不要聊天。庄瑞雄，注意看，你台大法律系的。来，第八条，大家注意看一下，因为我们进度要把它加快一下，好不好？还有集邮法呢，下午。来，第八条，大家没有意见就不做修正通过哦，就按照原条文哦，你没有修正，大家都没有修正了哈。好，第八条我们就不做修正。第三章张敏。那个郑委员说明一下。对不起，第三章张敏，大家没有意见对不对？对。第三章第一节。没有意见啊。杰敏，这个大家没有意见。没有。你好像有修没有修正嘛哈。好，没有修正。第九条。第九条哈，这个我的这个版本是要增加那个电子联署啦，增加电子联署，好，主要是增加电子联署，所以增加第四项，主管机关应建置电子系统，提供提案人进行提案及联署，提案人名册及联署人名册得以电子系统为之，其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就增加这一项，然后另外一项小修正就是说。理由书1500字啦，好，那看要不要稍微放宽2000字，比较应该没有差，基本上就两页嘛。你的在哪里？好，2000字大概就是我们两页，好，所以应该还应该是可以再稍微放宽一点。一个是2000字，一个是增加一项。两页是2000字，你1500没意义了，它还是两页。哦，下个2000字哦。是电子联署。对，因为你印出来就是两页。好，那个。时代力量跟
来来来，我跟各位说明一下哈，我们现在讨论到第九条。第九条，哈、哦。第九条，时代力量在第九条里面是增加这个电子联署的这个部分了哈。我的也是。对。联署的部分就是在那个罢免那个部分，我们就完全按照罢免那个部分一样了。电子联、就是不一样吗？文字稍微来念一下文字来。是不是我们就参考选罢法罢免案的那个这一部分哈？就是变成我们的就是主管机关应建置电子系统，提供提案人之领衔人是领衔人哈，征求提案及联署。然后其提案及联署方式、审查作业事项之办法，就是我们把那个授权的办法更明确一点哈。及实施日期由主管机关定之，基本上跟政委员提的那个意思一样，我们是文字稍作修正而已，比较一致而已。好，然后这个文字两千字这个呢，表达一下。应该可以啦。可以啦哈。两页就是两千字，七千五也是两页啊。那是不是因为增加这项出来，是不是我们建议是不是在前一项哈，变第，因为像高思鹏委员他有提到说哈，他要增加，其实他是要增加第三项，他第三项里面我们原来只是写说提案人名册要按照规定竹篮填写哈，那我们想，然后高思鹏委员是有提到说竹篮填写之外还要用这个竹枝本人证明的证明文件哈，那我们是建议采说哈，增加一个文字是亲自签名或盖章，因为。事实上我们现在是把它放在施行细则里面，那我觉得如果把它放在魔法里面会让要这个提案或者联署民众更清楚，我们现在只是放在施行细则里面，所以我是建议采用高思鹏的这个文字哈，就是在第三项里面做个修正，变成依规定格式竹篮填写，然后提案人应亲自签名或盖章。那个篮上面不就会写说挂号亲自签名吗？通常就这样吗？对啊，表格里是有没错啦，因为这个好处是说，或许有些民众他不知道我要签名，他看那提案人他单单看那个公投法他不知道，他看到施行细则才知道。罢免的规定要不要附这个那个身份证一本？是身份证，我们是建议不用，对，因为现在对对呀、身份证明我们是签名跟盖章就可以了，所以只是亲自签名或盖章，那个下面组织证明为本人证就不用嘛哈。哎，那个不用了，不用了。因为那个也有电子联署的话，电子联署用那个什么自然人凭证，就亲自签名或盖章了哈。对，好 ，OK。还有这边要不要改成中央选举委员会？政委员是主管机关。这个他现在是在讲全国性公投嘛？对，这个是全国性公投。都在讲全国性公投嘛？啊，所以这个委员是照现行法写主管机关，对，要不要写名？中选会啦哈，把它写中选会。在哪里呢？他没有写、主管机关改中选会啦，因为现在在讲全国性公投啊。不然，反正你的全国你拢主管机关拢改中选会嘛。哦，咱等下议事人员整理的时候，主管机关都改中选会嘛。然后这个。好，用主管机关，好。写主管机关。好。对，万一有一前面第二条修了，后面不用修了。他是说，万一有一天第二条被修，后面不用了。好了，好。提出的文件要不要用电子记录？就是那个这一项。李坤泽。提上诉。最后面那个，我们用那个办法由中央选举定。那个由他定了哈。好，我们整理一下第九条，好。有做以郑丽君委员的版本啊、为修正的基础啊、然后再修正这个啊、这个高志鹏委员的意见啊、加上高志鹏委员的意见啊、就提案人的名册应依规定格式竹篮填写，提案人应亲自签名或盖章啊、增加亲自签名或盖章的规定啊，那另外文字的限制啊，原来是1500字，我们修正为这个2000个字嘛哈。郑丽君委员的意见啊，其他有关电子
建置电子系统的这个部分，就个比照我们前几天选罢法的修正有关罢免规定的这个联署提案的相关的这个文字的叙述，刚刚中学会有做宣告。好，这样大家有没有意见？那各位这样进度会不会太快？不会，不会哈，刚刚好。好，那个李俊毅委员，第十条。第十条是我们那天有讲万分之一有确定。好，那个第十条，我们修正了嘛，哈。上次只有讲到万分之一了。啊，那个万分之一。好，主席，这个我的第十条基本上是现行条文的第十条跟第十四条合并，因为现行条文是把门槛跟那个可以审查就程序把它分开了，那我就把它合并成一条。所以是不是建议你跟第十四条？现行条文十跟十四合并在我的版本的第十条，因为都是属于提案，然后以及主管机关受理提案的这个相关规定，然后户政机关查的责任，然后查对后请提案人再修正的所有程序的规定。你就是提案跟联署，迄拢动作一条，对不对？啊、你提案跟联署动作一条，这个提案也那个相关日期有认定了。十四条嘞，十四条嘞，你的十四条。那十四条就是驳回的部分嘛。十四条涉及那个提案驳回的部分呢、啊。啊，十一条，它原来第十条是处理那个提案。人数门槛、欸，我建议吼，叫你安尼歹看吼。因为你就看我的版本就好。无啊，人其他的版本我嘛是爱看一下呢。我建议讲来啦，好吗？你的十四是啥啦？他的是现行法的十四，大家都差不多了，因为大家都是上次我们有一审了嘛，一审就是照这样，所以大家后来都照一审。那、啊、所以十四条，我是应该把它切开，这样比较快嘛，对，对不对？就跟大家比较好对嘛。对，啊，这个，来我宣告一下哈，我还是建议按照这个现行法哈去对这样修，大家看得比较清楚啦。好，反正提案怎么样，先一项一项简单的慢慢来。把它分几条列了，不要列在一条了啊，丽君，好，好不好？所以郑丽君委员就对去对修正的项目，看他修正以现行法第十条的规定嘛，哈，去对一下，看哪里有什么问题，一条一条来对了，好不好？这样比较快。对啊，一起对。第十条就对郑委员的第一项第一项，然后到十四条就委员的这几项第一项。因为整个重改了，对，要不要讲一下你们意见？来，我们是建议郑委员这个版本啊，因为郑委员版本跟那个高委员的版本其实是差不多一样。那我们那个意见，我跟那个郑委员整理出来这个意见是差不多一样的，就是把两个。好，我们这个各位委员，我们现在翻到第三十八页。好、哦，郑丽君委员的第十条，它是现行条文的第十条跟第十四条两条一起对着看。你就是一个流程，把它讲清楚了。对。一点小疑问了、啊、哈，不晓得这样有没有？
其实也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讲的万分之一或下面的联署哈，都是讲总统、副总统选举选举人数啦。那因为我们现在公民投票的年龄又降到18岁，所以你这里讲的门提案人数的门槛或联署人数的门槛，又都会讲到是选举人数了。其实，不这好像不，其实也不一定有关系，也不一定有关系的。选举人那修宪就会跟着改，修宪以后这个就不是问题了。因为那个修宪以后，选举人定义就会跟着改，因为这个是从宪法一路下来，这边也没有办法改。对，这个只是计算母数的问题啦。那我有想过，因为如果回原来的选举人总数的计算母数比较小啦，所以是还好。啊，那个母数就反而比较小。好啦，那个我跟各位说明一下哈，那个各位委员同仁，第郑丽君委员的第10条。哦，它就是原来现行条文的第10条，再加第14条，它把它整并为一条。哦，所以看郑丽君委员的版本呢，你必须跟原来条文的第10条跟第14条，哦，来对照看。哦，那第10条原来现行条文第10条的规定，它第一个在讲门槛。哦，那第二个它在讲说你提案以后，假如有这个中选会有就提案有什么收到多少天，哦，然后他要做审核什么要补正然后驳回，他有一些时间的一些修正，哦，那原则上郑丽君委员的版本是放宽规定了，简单讲是这样，时间把它放宽了，拉长了，让要补正要修正，哦，这个时间有更充裕的时间。啊，他的意思大概是做这样的一个修正啊。那原来10天审核哈，郑丽君委员延长为30天啊。那必要的时候可以延长审核，变50天。哎，对啊，那以后的提案可能会很多哈，啊。然后补正的时间啊。他有做一些规定，哦，原来是没有，原来是没有补正的规定哦，哎，他现在有补正的规定，哎，好，来，有两个意见啊，一个就是说那个文字而已啦，哈，那个政委原来的提案里面写说。第二项啊，主管机关已收到公民投票提案后，应交付中央选委会。那个应交付中央选举委员会那个部分可以删除啦，就是应于30日内。对对对。那另外一个是，就是关于那个补正的那个新的建议啊。那补正的部分，我们觉得可能会有不同的状况啊。那个我们请高处长。像。那个中选会报告哈，就是有关于在我是举第38页政委员提出补正的部分哈。当然，如果说你是因为未签名盖章，或者是人数不足，或者非这个补正程序上补正，当然是 OK。但是如果说是，这个在比方第一款这里，它不是属于全国性公民投票适用事项，或者是你提案内容不能了解提争议，那因为这个是涉及到说，如果你原先提案的主文就不是公文，不是全国公投事项，然后你又让他再补正，等一下，等一下，不好意思，这个前面这个时间这样大家没意见吗？哎，那个等一下再来处理，哎，这个大家有没有意见？来，各位委员。我提一下那个刚，郑丽君委员的第4个，就是提案第29条的规定的事项哦。那原先提到那个重提的那个部分，那我看其他委员他们有很多是把它删除掉，这个部分要不要讨论看看？郑丽君委员是第130页。那其他的委员部分其实是建议，像叶金委员、高志鹏委员、林淑委员是建议把这个我尊重我们大家，因为这个越放宽我也认同了。这个第2条规定，这个就是3年内不能再
第九条提案不符第九条，主要是说本来有规定说三年内不得重复提出嘛，所以第九条如果大家觉得没有需要这个设定，我很认同。三年内不得提出。第四款，第四款二十九条，好，二十九条规定说是三年内不能提出，那刚刚赖委员是说就是不需要嘛，哈，我也很认同。嘛是有一个时间好啦，你搁冷静落来，搁大家搁去，哎呐，还是有一个时间会比较好一点的。无你即摆今年无过，明年过来，当年你安尼。如果可以有那个限制，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你要让行政部门有一个就施政有一个稳定性嘛，哈。那如果删除的话，就是给行政部门比较大的压力啦，就行政部门要经常回应就是啦。那这个是行政部门要去考虑的问题，资源的问题啦。因为如果今年不过了哈，他没有一个在限制，一直在提，我想这也不是一个好的资源的一个使用嘛。我比较建议哈，这个补正那个提案内容不能了解其提案争议啊，这个是应该让他一直补正还是怎么样嘛？你不能说就把它驳回啊，要不然你这个就变成好像什么正面反面什么命题啊，只能提反面，你就变成。这个就变相的在审查公投的提案呢、啊。他们现在是完全不要补正程序。他们不要吗？他们现在就是连这个通知补正啊，全部去掉，有这些歧义就直接驳回了。这是他们跟政。因为补正的话，这个没有争议的哈，因为你提案叫他补正补完，跟原来提案又不一样。不一样了，对。就会有争议了。我可不可以建议啊？就是那个我们还是不要内容不要让它补正了啊，因为我们现在那个提案的那个门槛降得蛮低的哈。它如果有改变的话，就重新另外对呀、啊，重新另外一个新的案子来提这样子啊，那也不难嘛。现在那个人数比较低，而且又可以再加上那个联署，就是电子联署的话，我觉得那个让它重新。用一个新的案子来提、啊。好，那个时代力量呢，有没有意见？再来。把那个公投主文哈，到底要怎么写这件事情呢、啊？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在那个判断上面呢、啊，尽管现在把它移到另外一个机关审了、啊，常常出现质疑啊的情况。那也就是说，那个主文书写的方式啊，常常。在我们之前公投提案的过程当中啊，成为那个审核机关，他把它驳回啊，最主要的依据。那因此我大概可能对刚刚主委所讲的意见比较有保留了啊，我认为说事实上还是有让他补正的机会。那这只是在我们现在所提出的条文架构的框架下面吼，比较没有办法发挥真正应该发挥的功能，指的就是说。就有关于公投主文到底要怎么写，从主管机关的角度上面来看，才会算是够清楚这件事情。那是不是有赋予主管机关啊，他作为教室的一个责任？如果有作为一个教室的责任的话，可以协助提案人他们在提案的时候，能够顺利的按照他们的意思来提出符合他们争议公投主文的条文。那在现在没有这样制度的设计情况之下，我还是主张维持啊，应该要给他们补正的机会。好，那个庄委员，安娜，啊，是那个赖委员，大家意见怎么样？那刚刚讨论了一轮。有，黄委员，我个回应结合吧。那你先讲。那个刚刚黄委员提的这个问题啊，我想我们再说明一下了哈，好不好？我请赖处长说明一下，我们有讨论这个关于黄委员提到的这个问题。跟委员报告啊，那公投审议委员会运作十年了、啊，事实上他们是有弄了一些，等于是有一些争议议题都有在委员会里面讨论，也有做了一些原则了。就像我们那个黄坤辉那个案子，他是讲说他这是创制案又是复决案，
那结果到法院问他说你这个到底是哪一个，因为两个法律效果不一样，所以就被驳回了。所以我们定义已经改了，所以定义上应该没有问题。另外还有三个比较大的争议，就是所谓咨询性公投可不可以，还有这个程序性公投可不可以，还有预防性公投可不可以了。那原先我们都要在这个条文里面定，那现在都没有定了。比较争议就是说咨询性的，就人民可不可以提咨询性的，就是你是不是可以对不要改变现状的问题来提，比如像两岸军购，你可不可以不是那个 和平协定或者是军购的问题，你可不可以提这个不置可否的，就是说没有改变现状的议题了。那个公投会是认为高权是可以，总统可以，立法院可以，但是人民不可以，因为你既然不再改变现状，你提这个议题等于是浪费资源了。那现在这咨询性刚才决议也不要了，就是允许你可以老百姓可以提这个，不管你正面表面负面条件，那也没问题了。那剩下两个问题就是预防性公投跟这个程序性公投可不可以，那刚才是说都不要定，那可能以后会有一些争议了。所谓程序性公投就是说我现在来公投，说下一次你要签约的时候还要再一次公投，这等于是一案一事项或者两事项，这个是有争议。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那个预防性公投，就说我可不可以现在弄一个公投，就说你政府不能去干什么，这种预防性公投了。那当然这个是他们在讨论上有建立若干的这个原则，那当然我们建立的这个决议啊，最后法院都承认了，都支持了，是这样。没有啊，如果刚刚中选会吼讲解的内容跟理由是这样的话，对不起啊，我完全没办法接受。特别是用过去公审会啊在审查的来当作例子啊，那根本就是完全的负面教材。那你这样子把那个东西给废了以后，你换到另外一个单位，你的心态还是没有改变，还是要用以前那样子的方式来去审查公投的提案。然后你如果再不给他补正的机会的话，现在门槛降低是没错啊，但是不要忘了，你每次一发动这个事情，那个都是人民他们的时间劳力费用，没有人会闲闲的一天到晚去搞这个事情啊。那只是主文，然后在标准不是很明确的情况之下，中选会又掌有继续延伸解释的权利，然后又没有补正的机会，然后要人民再重新的去提一次提案。那如果是这样子的立法设计，时代力量没有办法同意。好，那个按照政治建委的版本，大家有没有意见？就是做应啊。于三十内完成审核，那里做文字修正。大家有没有意见？那个把它删掉比较好。这个我的啊，你说哪一个？来、啊，那个来，那个郑委员，来，我说明一下了哈。这个。这个补正哈，补正的理由是什么？补正的理由是说，我们还是要提醒中选会哦。补正的理由就是讲，一开始有可能有写无清楚的所在，啊，有错字啊，是讲伊公投的事项变成两行，哦，这你爱回去补正，你爱甲说明嘛。啊，伊若要补正，你得接受嘛。你袂使讲拢无补正，你得甲驳回。哦，啊，你补正，你嘛爱续明理由，讲你到底是。一对你安怎写安怎，你嘛爱讲我清楚啦。哦，你嘛爱写续名理由，为什么伊爱补正还是安怎？你爱讲个嘿。哦，他只要愿意补正的话，你还是要不能说在联署，虽然人数一千多个哦，你就说这样就驳回。嗯，应该还是要补正的一个机会的。哦，因为。中选会是独立机关，现在的人员哈，无啦，正经按你省吃的苦头太多了啦，我来这个榜一后，又出现一样的事情，那会让。哇，黄委员，你刚刚讲的情形不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以前其实真的有争议的时候，都是中选会先通过，然后到公审会就没有通过了，是那种情形比较多啦，真的。
我知啊，不过恁家己的法政处长都是提进前的例子来做说明啊，意思就是按照他自己的解释射程范围，以后到中选会去里面去审核的时候，一样面临了相同的风险啊。你讲那个就是正面表列、负面表列那种东西，我们不采。对啊，现在是咨询性公投，大家委员是认为是可以嘛，所以以后就没有什么正面表、没有负面表列了。这个公投二次都可以，那就都没有。对，好，对了，这样就对了。对啊。那个文字哈，文字如果听到自己的版本的话，那个有一些中选会的文字要修改。这个拿掉。我在主管机关了，来那个这样的填。那就照政委员好啦，按照政委员的意见了，好不好？相关的文字要好，有一些又重复写中选会了，对，好，这个主席有些疏漏，我的版本里又重复中选会，就全部都改为主管机关就好了。我们议事人员整理一下。好，我这个在说明栏哈，那个请议事人注意一下哈。这个说明栏里面哈，要把这个我们在立法的审议的大家委员的意见哈，列在说明栏里面哈。简单讲说是这个要去补正了哈，不是作为这个中选会哈，不是用这个作为驳回这个的理由啦。驳回这个应该是还是要请提案人哈能够详述说明哈啊，这个要求补正时应续明理由，哎。来协助公民投票之进行，提案联署及公民投票之进行，这个说明栏还是要讲清楚的，把刚刚黄国昌委员跟郑委员的意见在说明栏里面。应续名理由通知。应续名理由了哈，应续名理由待增加文字修正哈，并通知提案人于三日内补正。好。来，啊，下面这个呢，39页下半段这里呢，这个没有意见嘛？哈，再按照郑丽君委员的这个都没有意见，对不对？2000字嘛，啊。那个雅芬来一下，雅芬。那个整理一下文字啊，我们休息10分钟一下，好不好？好，休息10分钟。那请议事人整理一下文字。这个不要，因为这个交互这个不要，这个不要。这改个逗点而已。